因為當其時嘅時候，佢咁樣走馬上任咧，咁咧就要睇佢本身嘅質素啦。咁我覺得佢家就做得好妥善喎。即係當時你夠唔夠班係見仁見智咧。如果我哋認為佢唔夠班，就支持佢，咪即係自己跌眼鏡。但我認為佢夠班，所以我會支持佢。嗰陣時我都支持佢，不嬲都。新界王刘煌发已经逝世四年，发仔刘业强接替父亲做乡议局主席，在新界延续刘氏王朝。发叔的副手，立法会乡市四子之一的林伟强，依家仍然是乡议局副主席，继续予以支持。不知不觉，原来他已经服务乡议局44年。我由17岁家做到72岁啦，都觉得自己真系呢个青春，虽然话系嘥咗唔少时间。但係回頭一諗都值得係開心嘅，因為大家睇翻起呢方面嘅時候，都覺得係一個成果嚟嘅。過去喺區議會咧，我連任咗已經9屆啦，亦都出任過市政局主席啦，就加埋鄉事會又做過10屆啦。咁我覺得嗰啲人都對我係有個信心，係俾我係即係做掌舵，即係覺得我做事咧都幾積極，同埋從事嘅時候唔會馬虎咯。即係可能我自己係成長嘅時候咧，得到爸爸呢方面俾我嘅教诲咧，即係做嘢一定要係對自己同埋對人咧都有個交代得到。其實林偉強嘅父親就係人稱離島皇帝嘅林樹春。林樹春1955年擔任坪洲鄉事委員會主席，仲獲得英女王頒授 MBE 勳銜同埋港督委任為太平紳士。因為我細個時候隨住爸爸，咁我嗰陣時都係對鄉事無一所知嘅。咁自從爸爸喺77年過身之後咧，我就加入咗鄉議局，成為一個議員啦。咁之前因為見證到離島區嘅落後咧，遠不及新界其他地區，好似包括元朗啊、大埔呢咁嘅大區，所以我係從咗政之後咧，我決心咧就將呢個島咧，將佢要改善，換人一新。當然，佢萬萬冇諗到，佢生命中嘅明主馬上出現，呢、這個人就係新界王劉煌發。我27岁识佢噶啦，嗰阵时佢未做主席噶，陈新嗰阵时做主席，咁佢认为自己有啲，即系例如佢唔熟建筑啊，唔熟设计咧，唔熟法律嘅，有啲人同佢讲嘅时候，佢分析咗俾你听，佢肯勇于接受，所以咧就佢呢方面系佢嘅长处嚟嘅，同埋佢好爱护呢个兄弟嘅，即系同佢一齐合作嘅时候，佢识尊重，呢方面系佢嘅长处，所以我同佢合作咗几十年。林伟强大赞发叔愿意聆听，爱护兄弟。非常热爱社区同有责任心，影响力无人能及。咁唔知道发叔临终之前系咪有所嘱咐呢？咁佢都问我攞意见，认为话即系嗰阵时嘅时候，师弟嘅时候认为而家乡议局佢都辛苦啦。我哋同几个佢哋友好，包括埋阿林国昌啊，同埋有部分乡亲都觉得应该都要揾人接班，叫佢安心静养啦。刘耀强嘅时候都系一个我哋可捧同埋應該接受嘅印象嚟嘅，咁當時嘅時候應承咗發叔，咁啊全力係支持佢哋咧。我諗凡係都係任何都要雕琢嘅，咁啊睇住佢依家係好成熟嘅，日漸就即係比早期嘅時候即係成熟好多咯。我哋對佢寄予好厚望，即係覺得佢家下升任有餘啦，有人就有派。有派系嘅咧，有人有是非嘅咧。咁因為大家都係如果你互不相讓，就一定會有分黨分派嘅。咁你新界始終咧有幾十萬人居民咧，唔好話咧一個家咧一個祖堂都會有咁嘅戰象啦。我唔覺得奇怪嘅，但係最緊要大家真係以公平公正去爭取，咁啊盡量減少是非，一定會和諧共處咧，就會有一個好嘅結果。